据媒体报道，17日，韩国女艺人崔雪莉通过个人社交网站 SNS 账号公开了即将要开展粉丝见面会的消息，并更新动态道：桃子们，我们要见面了 ，FM 终于 Goblin。据悉，雪莉将于韩国时间29日下午6时，通过各大音乐网站公开包括主打曲 Goblin 在内的 Sarah Moon、Dorothy 共三首歌曲。其突破性的造型和个性十足的时尚氛围引发了人们对 Goblin 的高度关注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